夜里边感觉疼痛啊，头里不舒服，头痛，头里不舒服。我刚才第一眼看到一个像倒扣的一个锅一样啊，倒扣的锅一样，就可能是昨天看到那个队里倒扣的锅一样，然后倒扣的锅上面，倒扣的锅上面好像有几个人站在上面，有点幸灾乐祸的，有人站在上面，有点像幸灾乐祸的感觉，幸灾乐祸的感觉，幸灾乐祸的感觉，有点那个幸灾乐祸的感觉在上面啊。在上面，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那个样子像魔鬼的模样，像魔鬼的模样，像魔鬼的模样啊，像魔鬼的模样，像魔鬼的模样，像魔鬼的模样啊，黑黑的啊，然后那个画这个分解的人呐，心里啊很阴暗，很阴暗，画这个分解的人呐心里很阴暗，画这个分解的人呢心里很阴暗。有点那个唯恐天下不乱，唯恐天下不乱，所以呢，他把自己的好多想象，把好多的自己的想象，就融入到这个画里边，融入到这个画里边，融入到这个画里边，然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人与人之间传播，这个就像病毒啊，就像病毒啊，侵入了好多人的脑袋，侵入了好多人脑袋。很多人脑袋里面就像盖了个锅盖，倒扣了一个锅一样，倒扣的锅一样，就很沉重，很重的感觉，很沉重，很沉重的感觉。所以呢，一旦他们接受到这个信息以后，一旦接受到这个信息以后，他们经常往天上看看，往天上看看，像这个黑锅啊，刚刚倒扣的黑锅啊，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倒扣的黑锅啊，什么时候来到这里？这个时候，往天的时候，就他们已经心目当中，看不到太阳了。他们心里不想看太阳，就想看那个黑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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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天天能看到，太阳天天能看到，当然，太阳天天可以看到，他们不看太阳，他们不看太阳，想天天想盼望着这个黑暗的锅到来，看盼望着这个黑锅到来，盼望着黑锅到来，盼望着黑锅到来，到来。所以啊，这种人呢，看了一个心里就很阴暗，越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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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暗。为什么不抬起头来看看太阳？哦，太阳是很清晰的存在，但这个黑锅确实看了这么多年没看到，看了这么多年看到，所以啊，应该从脑袋里把这个黑锅拿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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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该从脑袋里把它清除出去，从脑袋里把它清除出去啊。所以说呢，就像土耳其一样，就这个就影响人，很严重的啊，影响很严重的，尤其人家，把一个假东西当真东西传播的时候，危害更大，危害更大。所以啊，人呢压了一个，头里不舒服，又想吐啊，又想吐啊，头里不舒服，又想吐。所以呢，要从心目当中把它清除掉，要从心目当中清除掉啊，要从心目当中清除掉。不要以为有的人不要以为这里有点较劲心理，也许这是真的吧，那我还是传播一下吧，不对，这完全是假的，完全是假的，完全假的。非典绝大部分情况是看不见的啊，看到的只能看到非典的，如果看到一个黑锅压在那边，那是不对的啊，对的，不对的，一定要清楚的，看太阳，如果真的有东西过来的话，很明确，就像太阳一样，就像太阳一样，很明确有个东西在那边。很明确这个东西在那边，如果你看不到明确的东西的话，那是假的啊，瞎编的啊，瞎编的啊，瞎编的，瞎编的，这就是一种魔鬼啊！我就看到那个，那个黑锅上面有个魔鬼，魔鬼，魔鬼从那样看到一个倒扣的一个黑锅啊，这个就是魔鬼，魔鬼，魔鬼瞎编创造的啊，魔鬼瞎编创造的，魔鬼瞎编创造的啊，是魔鬼瞎编创造的，魔鬼瞎编创造的。有了这个东西啊，就会把人的思路搞乱，把这个世界搞乱啊，会把人的思路搞乱所以要从心目当中把这个黑锅把它从脑袋里踢出去这个就是昨天看的一场图上的一
一个飞碟的模样，黑黑的，像一个倒扣的一个钩倒扣在那边啊。那不对了，应该从心木当中把它清除掉啊，把心木当中清除掉，不然压在这里就想吐啊，压在就想吐啊。好，再见，再见。啊，今天4月1号了啊，好，再见啊。